我真係自我覺得啦，我由細到大都唔叫靚嘅，咁依家只不過係叫順眼咯。咁其實幾好噶，做演員嚟講，因為好可塑性比較高，即係做好容易化個妝靚啲，就好似呃到下人幾靚咁，然後唔化妝又可以做翻一個平庸嘅學生咁。咁以前係咪風頭等就可能我生得比較高咧，一入到去師兄嘅即係。可能 Form Four Five 以上嘅就會留意一下咯，即係有啲會行過嚟度下高啊咁樣。咁但係到真係啲師兄畢曬業之後咧，同年同屆嗰啲或者師弟咧係唔會中意我噶啦，我太高啦，因為暗戀師兄咯，係啊，我 Form One 嘅時候一入到嚟就。暗戀咗個，唉，其實而家講都冇所謂，因為係明戀，佢都知道。明戀咗個社長，係啊，咁跟住好白痴嘅嗰陣時係去學校旅行入大澳咧，買咗個貝殼，好靚啊！我唔知點解會買個貝殼俾佢入柳文嗰啲咧，咁我就諗住一人一個貝殼，聽入邊海嘅聲音，好似大家 connect 咗咁啊，就送咗個貝殼俾佢。咁當然之後都係冇下文啦，咁就都明戀咗佢2年幾。